只看的只是了版型啊，完全没有拿到旧队了。OK， 这一次是我们另外再叫厂家订回来的旧队了。OK，DSQ 86价钱是79，最小的码是从 S 开始，最大是去到 XL。它一样是属于伞裙的款式，最大是去到 XL 而已啊。三个色，我身上穿的是 navy blue 啊，我身上穿的 navy blue， 黑色 basic 的颜色 ，basic 的经典颜色就有这个黑，还有这个卡，三个色卡 ，navy blue 来的不一样的 navy 黑，还有我身上的 navy blue。款式 DSQ 86，价钱是79 ，minimum selling price 79，也是厂家规定必须要卖的价钱。给你近看它的款式先呢，它前面就是这样子一个 bugger， 这样子金色的 bugger 的款式，然后前面呢，它这一边是这样子一个小小的 heart shape， 它不是瑕疵啊，它的款式来的，它就是这样子有款式的。后面拉没有拉链，没有纽扣，穿的时候就从头套啊。后面就是这个小部分是这样子有 rubber elastic 的面料，是另外一个啊 cotton 面料，就是跟我们星期二那个西装裤的 cotton 面料一样的。OK， 一样的面料，有口袋啊，左右两侧口袋是 functional 的。这个款式，你看虽然它下半身啊是 flat 的，可是我们有提供 hip 的尺寸，是因为它没有拉链。没有拉链，没有纽扣，所以我们需要迁就你们臀部这一个 part。基本上它是这样子的小伞裙，然后一样啊，它前面是这样子 pleated 的、啊，是这样子规律的 pleated。这个呢后面就没有 pleated， 只是前面有 pleated。要的话赶快，因为数量很少很少。然后长度就是属于 midi length 的长度，整体穿起来就是这样子。我身高162，就是一个属于一个7到8分的长度，它会挺在那边，然后这个面料也会比较抗皱，就对了。OK， 有口袋，左右两侧口袋，仿神的，要的话赶快直播下单，因为数量很少啊。跟着助理的尺寸下单，这一件穿 M 就好了。如果你的腰76 ，hip 96，我建议你拿 M 啊，你穿不到 S， 你穿 S 的话很难，会卡臀部啊，会卡臀部。硬扯是扯得到，可是就是稍微会卡臀部啊。所以说这个款式 size 一样啊，带走 M 就好了。OK， 所以说这个星期如果你要这样子的伞裙、半裙啊，这个是唯一的一个款式。OK， 今天就是说整体来讲，它是说非常职场风的一个款式。当然，如果说你是说有一些方正低呢，你想配搭的话是可以啊，这个款式。那么如果你这一套，你如果一些方正低的话，你就再加一些 accessory 是适合的哈。所以说，如果你的 size 一样啊 ，M 就好了。我穿的话，裙头啦，是不是还有空间？整体来讲，如果裙头方面能接受贴身，多个27M 是可以。然后下半身是属于一个伞裙，记得尺寸方面比较小，是因为我们你的臀部太丰满的话，担心你会卡臀部哈。所以说穿上去整体它是一个算是一个大飞了哈，这么大腹的哈，所以说对提供尺寸的原因就是说它没有拉链的关系，所以说担心臀部太丰满的上不到哈，所以说找这半裙伞裙的不要错过这个唇形的款式哈。OK， 助理是穿着 M 有口袋，左右两侧口袋是方形的。OK， 还有就是它前面则是规律的桌折，长度就是属于 midi length 的长度，转后面是这样子的。所以买了不懂的怎么配搭，把这件上衣配搭带走，这样子来配搭。其实你配搭 hopping 啊，这件谁买的这个 navy blue， 你配搭这个 hopping 是非常好看的。就看你们，你要很 outstanding 很 low 的配搭，很 outstanding 的配搭。Hopping 配搭这个 navy blue 是非常特殊，因为就像我们之前讲，拼配蓝是非常好看，它是很搭的，粉跟蓝是非常非常搭。比较端庄的配搭，就像我这样子 denim blue 配搭回这个 navy blue， 就比较端庄，比较职场感的这配搭就对了。来，我去换卡其色给你们看先，卡其色，卡跟黑都是这个款半裙的经典颜色了 ，OK。然后是明珠你的是上衣 denim blue solar， 配心你的是半裙蓝色 S solar。
下单了还没有收到令的不要留言两次啊，等一下我会收到两件给你 ，OK？ 下单了待会等一下，会收到令，所以说不要留言两次哈。啊，已经卡去 SO 了。来，卡其配回这一个 beige color 的上衣，就是同色系配搭，就比较韩系日系，比较斯文的配搭 ，OK， 这样子来配搭。所以谁买了这个半裙，带走这件上衣来配搭。所以这像我刚才我们之前每次讲的，来我家买衣服的好处就是，我们跟你配搭好好，你不用想怎么配搭，忘记了我们怎么配搭，我们在做这直播 screenshot， 然后收起来，对，收起来，回我们的配搭 ，OK， 来，你看 cream 配。beige color 配回卡其色是非常搭，显白的来，然后又有韩系日系的感觉就对了。我身上穿的卡其色，前面口袋左右两侧口袋是方形的，其实它这个金色的 bugger 它是厚在那一边呢、啊，它就是很服帖的厚在那边。如果完全没有这个 bugger， 你就觉得它太 plain 了，就是它添加了这个小小的 bugger 这样子的小细节，整体啊提升了那个裙子的那个款式就对了。 blitter 是整齐规律的 blitter， 转后面是这样子。哈拉贝里拉是只是一个小部分啊，一小部分而已啊，没有整件啊，所以它整体穿起来这边后面是很整齐的就对了。一下，等下助理出来给你们看啊，一下给点时间我哈、啊。尺寸跟助理一样啊，这一件穿M size， 然后这个卡配这个 beige color 是非常显白的配搭，一定搭得到的就对了。要的话赶快。不要 inbox 下单啊，像我们之前讲的 inbox 下单，我们不会保留给你先啊，回来直播间这一边下单。如果81你不介意穿的贴身，其实是 M OK 的，因为一个 centimeter。不过还是要检查你下围的尺寸啊，一定要检查下围的尺寸。所以说这款式啊，我是穿着 M size， 身高160啊，一样它的长度是属于非常大件。那么这个长度方面呢，记得建议你们穿有一点点跟高跟鞋，整体看起来会有比较显瘦的效果哈。所以说配搭方面，可能它毕竟下半身比较近色，比较素了，上半身我去配它这个地方，你整体看起来比较提亮，人看起来一样啊。如果你看现在反而是，如果我跟主播站在一起，你会先看到我啊，对，你会先看我的这个颜色是属于比较亮的 ，OK。所以说你想穿比较 outstanding， 想比较抢眼的，我建议你戴就对了。显瘦的来，可是又很特殊，很时髦 ，OK。然后说主播这样子的配搭，它整体就是比较日系、韩系的一个比较素，可是说是属于比较偏向。日系韩系的配搭哈，所以像刚才讲的，买了这件上衣，你配搭裙子，你不想把上衣搭衣，你就像这样子把belt绑在外面是非常搭，就像我这样子配搭这个小伞裙配搭这件上衣，把belt绑在外面，然后又更遮肚腩。OK， 我身上穿的是卡其配了 beige color 的上衣，我去换黑色给你们看。黑色呢，这次我就配一个比较辣的，我要跟助理比，不要输给他。不要输给他，我配黑黑非常好看。对了。哎，是你的黑色 XL Solar， 还有 Michelle 你的是黑色 L Solar。Rachel 你的是卡其 M Solar。可怜黑色 M Solar， 显瘦的话肯定会是黑色。当然你说叫蓝色也会，蓝色也是会显瘦了，只是说看你们公司，有些公司毕竟说不允许穿太亮的颜色，我就建议你们带走黑色。那么你公司允许你穿亮的颜色，没有规定的话，你要显瘦，蓝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哈。其实这个蓝也不是说很亮啊，它就是会比起一些大 blue 那种啊来的更亮，因为大 blue 是比较暗的，这个蓝它就像每次助理讲，它会比较。
较有关系。的话，你要缝的话是可以，可是这个款式呢，它的款式是这样子的。那么你担心说走光的问题，一你搭个小内搭或者你穿的 sport bra 就 OK 了哈， OK 就可以了。来啊，缝的话呢，你要很小心哦。对，是可以，还是说你可以叫拿去叫裁缝跟你吹说是可以呀、啊，可以呀、啊、，OK 是可以的。来，我换了黑色衬搭好听的，因为下半身穿了一个比较素的，就是比较 basic 的，想要它整体穿起来比较 stylish 的话，我就衬了好听的上衣，就是比较时髦、比较时尚的配搭。OK， 半裙的话是 DSQ 86，价钱是79，这个价钱 minimum selling price 是由厂家规定必须要卖的价钱。啊，助理，尺寸跟助理一样啊，这件半裙是穿 M size， 面料啊是有弹性的面料，然后加上这个面料，它是跟以往那种 cotton 锦棉的面料是不一样，比较抗皱啊。这个面料属于黑色 L 最后一件啊，黑色 L 最后一件。这个面料来的比较抗皱，然后也比较容易烫，还有就是它有那个垂直感在那边。我身上穿的黑色，有口袋，左右两侧口袋是方形的，显瘦去显瘦的话就不用多说了，一定是黑色。来，你上班显瘦的来，然后你要比较 outstanding 的，你看啊，你这样子啊 ，navy blue 配 hot pink 啊，是很好看，很 outstanding， 很时尚的配搭，这样子配啊 ，OK， 这样子来配搭是非常好看。可能是公司配你去某些 event 啊 party 之类，你可以这样子来配搭，它时尚的来，然后又很端庄的那个感觉 ，OK， 比较 outstanding。你当然说比较素，肯定会是黑色啦 ，OK， 黑色的话，下半身素，你的上半身就可以选择 either hot pink 像主播这样子，或者我身上的这个 Tiffany 颜色。当然，你说整体你想说要比较素一点，比起我身上来更素，建议你带走这个啊 ，OK， 你就搭这一个 golden beige，OK，、okay? golden beige， 比较浪漫的可以选择开那个的啦啦。所以说一样，这个半裙，加上上衣，所有的颜你要搭完所有的颜色的话，我建议你带走黑色，毕竟黑色来讲，不管你上半身所有的什么颜色都好，都搭得到哈。当然，如果你说你带走了蓝色，搭 golden beige 搭到吗？还是搭得到的 ，OK， 这两个色啊，一样是搭得到的。卡其更不用说，卡其跟 Golden Mesh 来讲，他们是属于一个同色系的，比较日系韩系配搭，选这一套哈。所以像刚才讲的，不想换衣服啊，把包绑在外面啊，就这样子绑在外面就好了，尽量不要绑回其他的颜色的包啊，一个是建议跟回裙子的颜色，那个包的颜色啊，跟回裙子的颜色会比较好。太装饰就不好看了。OK， 我是把包绑在外面了，所以另外一个穿法你可以这样子把包绑在外面。来，裙子啊，数量不多啊，是所剩无几，要不要赶快啊？三个色，卡其经典颜色就是黑和卡，裙子的话，经典的颜色就是黑和卡，跟以往不一样的显瘦的来，然后又比较 bright 的颜色，就有这个 navy blue 很特别的颜色 ，DSQ 86，价钱是79，最小的码是从 S 开始，最大是去到 XL， 跟着助理的尺寸下单，这一件穿 M size， 我是穿着 S。真的强烈推荐啊！如果你可以穿得很 trendy， 你想要穿得很 trendy 的，你这个 hot pink 配搭这个 denim blue， 这个 navy blue， OK， 没有的话我就换下一个款。还没有下单上衣的赶快， OK， 还没有下单裙子的也赶快，因为数量很少，不要 inbox 下单。